狗仔帽豹纹衣吉他手弹到忘我，突然喷出红色不明液体，又刻意往前吐，气氛瞬间嗨翻。谜样动作不止做一次，弹到高兴头就往前倾，连喷两次，红色液体四溅，制造特殊效果，自己笑得很开心。倒霉苦主，台下粉丝外套上衣布满红点，脸还被喷到擦不掉，气炸发文炮轰恶心。其他粉丝募集也灌爆留言，因为这个乐团第一次疑似假血浆灌顶，又出招撒纸钞，最后上菜痱子粉随地乱撒，粉末还喷到民众买的饮料不能喝。我们说要赔偿，他说好，然后回去又说他们不要赔偿。我们说好，那不然我们就今天来开个会讨论一下，看是要拍道歉影片还是什么。我们很愿意赔，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。而且他已经在网络上帮我们凑一片。被指控的乐团强调，当下遗憾受表演影响的民众道歉，也愿意做出赔偿。后续我们有马上出面去道歉。后来我们有问当事人那个 po 文的版主有没有其他人，后续我们有尝试寻找第二个、第三个，有些有谅解我们，有些就是在网络上有继续就是抨击。艺术效果尺度要拿捏好，才不会艺术变厌恶。镜新闻做不到，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